那我算是蛮，那我算是蛮幸运的，因为我去的那一个时段刚好没有什么人，所以我直接玩的那一个 R3 30-40分钟应该有，然后就是狂玩，所以我也会待会带大家就是走入所有的选单，我觉得特别的东西，我就现场直接玩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功能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就是所有选单啊，不管是拍照、录影的，我都有拍摄，所以你们。那我列了三个比较重点，我觉得很，那我列，所以我觉得 R3，我去玩了一下 R3，我有三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重点。第一个就是眼控对焦，就是 R3 很特别的东西。那第二个就是什么记忆卡，记忆卡就是不用很快，因为我想说，你如果每秒一直疯狂的高速连拍，你的记忆卡是不是需要，哇塞，多厉害的记忆卡？但其实不用，我用的是这一张。全新拆现场拆封的，就是一个170枚256GB 的。那我就 OK。那我们今天分享。那我觉得今天，那我觉得 R3 最特别的三个点。那今天我就那使用完哦，那体验。那体验完我们的 R3，我有三个重点想要来跟大家做分享，就是 R3 最特别的三个点。第一个就是当然是眼控对焦，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记忆卡其实不用到很快很快，就是我想说，你如果每秒30张这样子，然后高速连拍，应该是个，那没有。那今天我主要会讲三个我觉得最特别的，那今天我还会讲三个。那今天我会讲三个比较深入的地方，就是我提。那今天我讲，那今天我就会分成三个。那今天我就会讲三个主要部分，就是那今天我会先讲三个。今天我会先讲三个主要部分，我觉得 R3 最特别的功能，第一个当然就是眼控对焦啦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觉得还蛮特别，就是我看。就是他们的规格，哇塞，它每秒可以拍这么多张照片，但是我以为哦，你记忆卡一定要超快，但其实不用，我就是装一个普通的这种 Extreme Pro 170枚的，其实也不是最快的，但是你就是也可以拍摄这么高速的照片，就是每秒30张吧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就是真的是无敌。但是你拍完。好，那我们使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，OK，那我就会讲三个我觉得最特别。那我就会讲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三个我觉得这个 R3 最特别的三个重点。我以我，那今天我就会来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三个。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三个我觉得 R3 最特别的地方。那第一个就是眼控对焦啦，眼控对焦。